红海了，这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啊，有漂亮的照片让我们觉得就是要来 free diving。 是 free diving， 这个长蛙鞋真的太长了，我们光是要多带一件行李，但是可能就要多付台币1500块的行李费，实在花不下去。我还是把蛙鞋拆掉，我们用的是那种胖胖箱的行李箱，所以它是可以微弯的情况下，然后塞进去这个行李箱。鞋套就一定要拆掉，因为这样子整个是太长的。自己安装这样子的蛙鞋，用的是 Leaderfin 的蛙鞋，它没有上过胶。如果有上过胶的蛙鞋，其实不建议这样子拆。我的教练有跟我讲说要多带螺丝，因为怕有状况或者是不小心掉了。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，然后把蛙鞋弄好，把防寒衣整个穿上去。今天温度几度？他说水温24、25，有点冷，所以一定要穿防寒衣。其实，在台湾根本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穿到全身的，所以一直都没有买全身。好不容易安装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先前去，我们要先 free diving。出发 diving 之后是不可以 free diving 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先去 free diving， 之后回来之后我们会休息一下下，然后马上再穿水肺的装备，然后去水肺潜水。来，准备要潜水，所有的装备都已经差不多了。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调节。Thank you.
最后阶段就是要打包行李，把蛙鞋带过来的时候一定都要拆掉它整个鞋套跟板子才有办法。面它是有这样子的螺丝，然后前面是有一个固定，把两个拆开之后把它摆开就可以了。教练之前有告诉我说不建议拆装那么多次，所以可能这样的旅行也并不见得可以很多次这样的拆装。为了要省行李，这个还是必要的。垫片螺丝跟垫片拔掉，放在一个我准备的小袋子内。前面这里啊，里面还是有一个垫片，这个两个都要拆下来就可以了。把它掰开，两边掰开，抽出来，你看是不是很方便？它这一个我觉得拆比较简单，装比较困难。那一天装的问题有问教练，其实真的是靠一只这样十字就可以了，只是你要把这两边掰到90度，这里就变宽了，两边掰到90度，然后再慢慢把它塞进去装起来就完成了。你还要注意你的蛙鞋是不是有上胶，因为有的牌子的蛙鞋是必须要上胶的，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的轻松打开。我这个板子是这个品牌 Little Fin 区一点点，就是以这一个蛙鞋它可以接受的弯曲。塞入，当然有的如果是它的弧度更好的应该是更好塞的。先装进去这个板子，然后把鞋套放在两边，它是28寸的，像是冰箱的行李箱，所以市面上有很多类似的行李箱都是可以装进去的。好像是要冰箱比较好装，因为它有一边是比较高一点点的。你看它这个比较高，我都已经会突出一点点的。如果是两边是平均的行李箱的话，可能安装是非常有难度的。螺丝跟十字塞到夹链袋，然后你安装放入旁边的小的袋中。接下来就这两边的空位，就是可以自己去看你要怎么样去安排你的行李。行李我都会把它装成一小包一小包，这样子比较方便塞行李，也比较好控制我的行李。因为行李箱的空间很小，所以要尽量的利用空间，慢慢的慢慢塞，然后又可以把你的行李带走为重要。通常很多人到最后一天，像我到最后一天也买了很多纪念品，有一些衣服可能我带来的衣服不是新的啦，或者是比较旧一点的鞋子，我就会直接在最后一天把你这些东西就丢掉了，然后把我的纪念品跟一些我想带回去的行李带回去，就是慢慢塞。也没有，就是小的空间，小的三角形，我也会把它利用，尽量塞上。那有的可以折，通常如果没有这种行李包装袋的人，也可以用夹链袋，就是有大型的夹链袋也都适合的。我的28寸胖胖箱完全超满的。盖起来就完成啦。蛙鞋加了海盐，加了沙化，25公斤。